天要来吃的是南京大排档，我今天点的都是我平时比较喜欢吃的几道菜，有我们的老朋友江米扣肉，还有古法糖玉苗美龄粥、煎饺，还有一份清炖狮子头。那都是肥肉，里面有淡淡的桂花香。有芋头，这份清炖狮子头，超大一个。还有他们家的煎饺，我真的是超级爱吃，它每一个都超大的。肉的，皮薄馅儿多，这个美龄粥超级厚的，他送来的时候是超大一盒，然后我觉得吃不完，然后就放了小碗。美龄粥真的很好喝，里面还有山药块，
拜。